待会儿到了聚会里呢，你会遇到很多不认识的叔叔阿姨，你见到他们以后呢，嘴要甜一点，多说点好话。说什么好话呀？你就夸他们帅气啊漂亮啊就可以了。那要是遇到很丑的叔叔阿姨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了，如果是长得很丑的叔叔呢，你就夸他有气质，如果是长得很丑的阿姨呢，你就夸他身材好，如果是这个看起来很呆很傻的小孩呢，你就夸他可爱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走吧。天总，哎呀，黄老板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快走人！啊，花叔叔，你好有气质啊！阿姨，你身材真好。哎呀，小弟弟好可爱呀！这是我家儿子，别自热，我们先过去了，等一会儿聚会见。请收好您的卡片。哎，老妈，你钱掉了。爸爸，你找我们啊？啊，这是我们的新同事。我买衣服不是刚买过吗？哎，我这试试。我感觉穿上有点娘，不太适合我。要不给你吧？哎呦，每次都让我穿你剩的，烦不烦呀？那你脱下来给我吧。我数一二三，咱俩就一块吹，好，一二。我说了一二三，我说了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咋就不听呢？来，再来一遍啊，一二。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吐槽一下我办公楼这个洗手间啊！哎，一个厕所的电灯开关非要搞一个声控的，哎，而且每次打开十秒钟就自动关了。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楼设计师啊。你们见过一边拉屎一边给自己鼓掌吗？耶，老公啊，你回来了？啊，回来了。我正准备做饭呢。哎呀，老婆，我就知道你在家里辛苦。所以我给你买了一个包。真的啊？多少钱？两万多。这么贵啊？老公，我不要，太奢侈了。那包呢？给我看看呀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心疼，所以啊，我站在那个店门口犹豫了三分钟，我一跑进去把它给推掉了。自己做饭去。